你哋咁守法噶，咁啊？吓，你唔系噶？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吓？我唔系好知道啊吓。堂堂一个医生，竟然喺商台情朗俾主持捻到发烂渣，呢单都算系今日嘅 A 一啦。想紧贴疫情最新消息，记得订阅 Channel C 啦。大家仲记唔记得朱伟星老婆杨紫荆去咗鸿门宴之后初步确诊，搞到百几个达官贵人啊紧急入呢个竹篙湾啊！点知袁国勇查完咧，判断系采样受污染，杨紫荆冇事啊，达官贵人可以提早出营，但搞到啊何议员好鬼嬲啦，波漏人。鸿门宴咧仲未大结局噶噃，王姓少女涉嫌隐瞒行踪啊，又揭发鸿门宴有神秘人出席。今朝晴朗咪访问帮老婆采样嘅医生老公朱伟星啦，问点样揾翻晒啲神秘人出嚟呢？我哋好希望有个好有效嘅安心出行啦，咁但系安心出行真系系一个咁样，一定你系要系好记得用得到嘅地方。但好可惜，竟然连佢都自认冇用到安心啊！嗱，有解释噶噃，你真系要揾嘅，成间餐厅可能得一两个，但都系喺门口嘅啫，应该最显眼嘅。唔系噶，因为当如果人多嘅时候唔显眼噶。咩话？网民 po 嗰张图见到好显眼喎、啊。睇唔到，真系睇唔到。唔知如果普通市民遇到食环警察用呢个理由，会唔会避到唔使票控呢？朱医生就话，当日餐厅就唔似酒店咁啊，有人拦住 check 有冇嘟，所以就冇嘟咯。吓、啊，作为守法嘅市民，唔系应该要自律去嘟嘅咩？当唔够主持讲嗰阵，朱医生就决定发挥小学鸡嗌交技能，人哋都系咁啦。其实老实讲，当晚一定。啲紅衞民一個宴會啦，我有朋友佢都嚇佢細妹都想結婚啊啲，咁其實係咪所有啲宴會全部都係 check 曬咧？我真係唔敢講啦。啊，咁所以個理應係應該要 check， 係咯，冇理由話個個都冇 check 就唔係問題噶嘛。對唔住，理應係一件事，但係就算老實講，就算三分之二會觸發，你只要一位王小姐係確診者，佢自己唔知嘅去到，結果都會係傳。是会传，但如果人人都嘟咗，起码唔会有神秘名单先啦，系咪？朱医生，传同有冇嘟系两件事，冇嘟就肯定犯599噶啦。之后气郁到啦，冇道理可言嘅朱医生要爆泄啦。呢个实际上面系有呢个风险嘅，咁但系条例定咗，我哋都要跟噶咯。哦，你哋咁守法噶，咁啊？吓，你唔系噶？唔系啊。我唔系好知道啊，下商台好似过去两年都系好鼓励大家唔系咁讲法噶嘛。唔系，你讲清楚，你想讲咩先？你讲清楚，啲都几大指控嚟嘅，阿朱先生。就算我有时坐喺电台，坐喺电视厅嘅时候，我觉得你哋散播嘅全部都系受害。例如咧，家你哋做紧嘅，请举例。请举例。你都系散播紧受害言论。请举例。啊，唔系睇事咯。请举例。我唔讲嘅太多啦。如果太多应该好易举嘅啫，直情系有少少厌烦嘅。我觉得好可惜嘅就系喺今日，你哋都仲喺度揾呢样嘢，唔系睇一个更加重要嘅嘢。全港媒体都系睇紧呢个。你睇下今日譬如一啲报章嘅报道啊，譬如明报，我举个例啊，192人名单外，生日宴多一人中招，其实喺新闻上面都仍然系讲紧呢件事嘅。唉，咁好有趣啊！咁张敬轩嘅单又唔讲，张敬轩演唱会个问题喺边度啊？你觉得？我唔知喎、啊，其实我睇到佢亦都潜在系有机会爆出嘅。突然指控一间机构散播仇恨言论，又举唔出例子，呢个系咪诽谤嚟噶？而且唔系净系明报有讲啊，大公报同文汇报都系 A 一版报道噶。最好笑系佢拉埋张敬轩落水咯，人哋演唱会合晒规矩搞啊，人人入场之前都有保安 check 安心噶啦，睇演唱会又冇离座除口罩，起码入边嘅人冇犯法先啦。相反，鸿门宴又离座又离罩，又冇嘟安心，又有神秘宾客，为咗配合政府严正執法，当然要追究责任啦，系咪先？如果唔查清楚，咁咪对之前被停晚市嘅食肆同被票控嘅市民唔公平咯。而鸿门宴又多一个确诊啦，佢就系王少女嘅马主朋友啊。佢哋去生日宴之前咧，喺干诺道西115号食过夜，而鸿门宴嘅宾客名单增加到214个人啦。所以话朱医生冇嘟到安心，真系好大件事噶。
而本港再多一宗无源头个案啊，佢系铜锣湾 Sogo 20岁兼职 sales， 有员工之前就向我哋申诉，有同事中咗 ，Sogo 都唔肯关店消毒啊，搞到有同事唔敢翻屋企，惊传染屋企人咯。大家又有咩意见呢？欢迎留言噶，中意条片就记得 like 同 share， 仲有订阅我哋，下条片再见啦。